儿贵，一情昂昂昂昂昂昂，大了为民从此真真真欢呼，欢思昂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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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为吾大国人身，你保说乃百姓称颂举国齐，都是日大了开国以来走必有故的狂士头，你来上酒。汉室宏愿壮志气，曾与那马滚东北，万里无三郎囊中事，我操！小大人此番出征，你也辛苦了。老人，你给小命报。启禀皇上，西夏兵至，越了宛公边境，抢去牛羊，我抓去不少百姓。西夏今春四次藐视朕，朕自斩他王位。反无边境，请皇上下旨，即刻发兵剿灭西夏。即刻发兵，哎，即刻发兵，征讨魏吴，死老兵亡，怎该休养生息？不可再起争执啊！哎，征讨魏吴，大国人臣，这死气可用啊！皇上，此事不说，更待何时？少王。兵乃凶器，杀敌一千，死生不怕，打了连夜用兵，国力不济呀、啊！哎，小大人影子差也，将我打了，国力雄厚，唐宁冲的兵东将王侯须渡驴，你这是团弓冒金，不可理喻。你，皇上，既论小大人不愿出征，臣。论大兵出征西夏，官要西夏当与臣不与皇上驾下。兵权重轻不用你，你当严惩。你好了好了，两位不必争吵，朕事已安排，即使两位听命就是了。立功受爵，皇后寻访已久，朕也给魏公去见。明天了，臣恭送皇上。皇上为公，叶立信，你觊觎兵权，岂心可知？若是谁受，常理可
老夫送你一句话，万户者必是问你。两个孩子，顺德顺酒宴，好不用。朕鞍马劳顿，只想好好歇一歇。啊！少王冒罪事件，要带兵剿灭西夏，你说不？其力阻拦，两个人当着朕的面吵吵闹闹，都不把朕放在眼里。朕切替叔父背罪。此事与你不关，朕这是累了。皇上。皇上赐朕金风残露宿大漠醉，好容易披荆头盔，为咱
为为恰难分王上心中雨深恨王上深眷泪又是心痛真是神出奇兵心地慈悲呀问谁算量不生心是真言气暖人观音啊国事事有真操心我为少争不伤身真要你花钱我下相亲也不忧无虑不成婚真要你啼笑颜开半生长便是那神剑之落好好光阴有琵琶高手称破关之桥皇上听了真不愿
还我落日红尘情，风尘中时光烟起琵琶音，琵琶音金波铁马似无情，似无情。似无心，似无心，酸酸绵绵，欢笑问，欢笑问，此盼送此风烟隐隐，风烟隐桑桑一回，谁去怀谁怀耳畔的雨，山黑蒙蒙，这是身头一物贪婪的宝藏，名叫乔小姐。乔小姐，哇，牛哇，这丝丝缕缕是真的心愿与情，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皆同心，皆同心。什么英明王朝，不过是徒有虚名，想我打了所计，还需要一股真正的银子，苦心经营十余载，朝中他愿掌中臣，官言美誉送君王，洪武大志藏心闻，一旦风起云飞扬，这大了改天变地君魂魂，君魂王。小伟这老家伙正在联络朝中大臣组织撤兵西夏，王朝那边有什么消息？
皇上为公就趁在这萧观音的温柔下啊，有心思处理朝政，消息可靠。王侯身边的传灯是我相好妻子的妹妹啊。嘿，原想趁着出征西夏，从那萧魏手中拿过兵权，修此妻子得去王位。可问萧魏那老子此次与我作对，那网上有聚集不停，不明不白。只有搬到萧魏才能打去兵权，打了地后督察萧氏，我们是想搬到萧魏，只有先推到他的靠山萧观音。可是王侯生的宠爱，是何下手呀？哼，枉让他刚愎多虑，萧观音又毫无心计，只要我们见机行事，机会总是有的。快来，我还要在传灯身上好好想些功夫。说得有理。拿去，这传灯和你的相好独买些胭脂花粉。多谢少王，多谢少王。少王，说来好笑，进来药房进来了一个换证牙工，那传灯啊天天跑去药房，像是陪他米子了。听着这换证琵琶弹得不错哟。换证琵琶王后娘娘传我到底是什么人啊？嗨，皇上出门到来，娘娘一言，仆人一去，得胜送。你不是琵琶高僧吗？是我向娘娘举荐，要你前来当面担罪。担得好，皇上未来军衔献祭；要是担得不好啊，怎么？徒劳杀敌。啊！嫂子，你真老实，我是骗骗你的。娘娘隐私做王，心不念经，你不用害怕。来，启禀娘娘，有功嫂子转到。传灯命嫂子一担罪得胜送。是嫂子爷，这是得胜送去不？千万用心。是王后娘娘，小民一定用心担罪。切切
娘娘心子不甚，皇上心正义之事皆命道远，把心身为国有立山是黑天地。娘娘身居二宫，正知刀兵数字不分的我牛舌俱焚呐！你快不要误事了，外婆快快向娘娘洗身。小命没有误事，念真主，舍舍绝苦。算灯姐姐，你不也是遭遇乱兵，流离失所，在进宫的吗？算灯，你。
啊小明随地期待安生恰不去藏尽谁乱乱尘不凡有样乱翻藏啊风尘仆仆孤涛影似对美景佳音声催与我先行琵琶寄你情不到去年的欢转光啊转今夜有灵芳真冰凌拂袖纱帐借钻丝素把乱军杀踪影家的锦书教官风闻让我切腹进宫可怜我早日家门素残缺这人下奄奄待毙老母亲想到他草木温堂归空无神气神断望闻娘娘啊离乱苦苦难诉留一笑眯盼天天垂怜真尊旁啊草民谁与问路深曾经一梦
虽人人不通，家谱碎，将心比心，心不曾恩，思思念思，心怕千夫兴亡，谁去自碎？将命见疾苦，禀告王上。你放心，本宫一定会让王上知晓命见疾苦。多谢娘娘大恩大德。嫂妃，本宫愿将德胜颂给为你受罪的李伦苦。王上爱听琵琶曲，等他归来，本宫用李伦苦将命见疾苦免罪王上。谢娘娘。娘娘真是不识心生，这是此去万许你教为本宫担罪。哦，小命不过。你不必拘束，来人将本宫琵琶曲来。
掌管这宫中雅房，至少有一个主子。请姐姐带我问一问，他心中对我倒是有心不心。哎呀呀呀呀呀！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登妹妹，竟然不管自己当面问，哪有我这个姐姐出面？我有什么不管的？这是。这是姐姐，是掌管他的侄子，我怎么好挑过姐姐你？好了好了，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眼色，万事当面露，对面哦。你自己亲自去问过明白，也省得死命不见，怪在我的身上。哎呀，聊吗？啊，自己去问啊！哎呀，哎呀，去呀，去呀，去呀！姐姐，姐姐，张斌，你在做什么？是转灯姐姐，是我没有看到。一言一念，你晚不快回吧，细心。睡不着，没有想到娘娘竟算如此体恤民情。娘娘娘娘，见了一次娘娘，你眼里只有娘娘了。哦，不不不不，也多谢算灯姐姐关照。不是你，是我见我。不知姐姐要什么？要什么？我就问一句，你能进入什么？曹薇也一无所有，倘若姐姐愿意，曹薇愿将琵琶给你传给姐姐。哎呀，算得我一股功名，我什么琵琶给你？我要什么？哎呀，你到底是真的，我是装傻？在你金钏案，几针宝木子摇，你是真心此生啊。言公众，老母不知是我，哪有心思打过论家？万青姐姐，哎我，哎姐姐，我爷未免早日困倦，是我失陪了。哎，少爷，你不知好歹，你，哦，算了算了，他不是好歹，是他没有佛文。是谁不是好歹呀？说出来，
我替你们姐妹俩出气。算等妹妹成品虽好，可真缺得上王后娘娘，人家是攀上了高枝。叶立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听说昨晚草衣与娘娘唱夜琵琶到天明。你也知道这事？宫中出了怪事，这么晚的孤城早就传开了。你是说他的娘娘有什么非分之念？只怕娘娘对他也是越剧完矣。说完娘娘死不心上，连连滚吞一夜未眠，万不知疲倦，这样子嘞，事情确实蹊跷。连算灯也看出端倪，这草衣也成为不知，在他心中你与娘娘所亲所从。算灯，你是娘娘心腹，你应该劝解他与娘娘。这也不好明的。哎呀，啥不切早劝住，只怕大祸才好。连你与算灯也难逃关系。先生，你什么法子能劝住？下子草逼，使他再也不管对娘娘有非分之念。好。这样一来，顺德妹妹与曹明也亲自哭诊，娘娘也避免一场愁事。弟弟，此事我要拜托你。哎，亲自不够分量，这曹明也颇为听他的。这可怎么办呢？你是曹王心腹妹子，那就拜托。啊，你俩，他盼慕娘娘是前途父业。可我手中才没有一两钱物证，只怕那一下子草米呀！这是草米的孙子。算灯，你和娘娘在上面第一记过子，我拿去借草米一捆，管教他闻飞怕散。婉玉，你将娘娘贴身之物取一件来，请子。你推推放在草密的房中，这样假戏真做才能实实下台草密。爷，这万一百战之效，岂不是害了草密爷？只要你们不讲，我保证此事不违背别臣之效。对，草密爷也洗不管身账。不，算账，这也是为了草密。他与娘娘在旧人不清，咋被网上知晓？娘娘最多谁到这法可找你，就要我们死灭了。赵碧叶又在弹琵琶了，莫非这就是所言的李鸾窟？这赵一爷的心中是只有娘娘啊。爷爸，带我进京将娘娘的究竟和地址取来。这就对了。不过你可不能将赵一爷吓出病来。放心放心，去吧去吧。我这就去禀告曹王，曹丽也与萧观音唱夜琵琶到天明。等我东西到手，萧观音不死也要被毙，曹王跟前我就是第一功臣。
逃亡的船到会上，阴阳关起挂断肠，瑟瑟莫忘留清风照呀风，唱一琵琶到天亮，金砖丹魂一共回，被征折磨脸丢光，赠与黄玉心地藏，小死神不封作阴太皇唐臣妾这串泪丝，请王上赐谁？王爷，快快请起。王上，初夏草原景色美美，王上怎么得算为公了？臣也在塞外怕冷落了皇后。皇上爱说宫中要不是死撑在我爱谁何意哟？朕的赵魏公是因为少王，少王，少王的人滚到位上，事情要带兵出征西夏。那皇上的意思，臣早就有意灭了西夏。太祖开国恭你前，开疆拓土神成年，谁知传真十一成，英明长地天下先，大宋传者当相片，第一大鸟立中天，真遥遥先祖开创不死功，你心下是中原青史传颂，真恩隐隐皇上都打了连年苦枪出八年，不离虚空明雕笔，唐子兴兵有三西自怕王后，你错了。时针登基张社稷，历经不知多事情，宁波兵将长林关，把心称颂安国居。王后不必的独有余，且待先到边关提，皇上啊，只怕是共享内外天地分，群属谁不
难道是昏亏此君？朕且禀非此意。朕早就是故，朝政不用你操心。忠奸难同君王心。且今日由得了兴趣，皇上要不要听听？好，好，朕听说王后今日母连进去，朕倒要听听有没有长进。是，皇上。叫李伦库，是王后府中，是新来的亚公少尉府中，曲中之心是他亲身经历，王上啊。皇上，
强昂昂生。君子君去出海不为人知晓要吃小人去去一步小呀不我老君王不必心皇上越是相近可遭少爷当面走嘞真有满朝吩咐吾用听这个贱民胡言乱语诽谤少真皇上朕岂为少爷所将死色定皇上烦烦不哭偏听偏信啊皇后这不是家事这是国家大事过时之中完须君臣分明皇上皇上皇上觉得你终于
你真厉害，在魏上说了几句话，就让王上将曹密抓了起来。可笑王上，明明在吃曹密的醋，却要我以诽谤朝廷之罪，将曹密处死。这样说来，王上是不想追究萧官人喽？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审了。只要赵薇供出我娘娘的私信，皇上就是想无，也无不死，不得不称是萧官人。这样一来，倒是皇上成全我们。皇上英明啊，英明啊。哦，待曹密迎，待曹密迎，小命冤枉啊。曹密迎，本王是奉旨审理。奉旨，你懂不懂？就是皇上要死你的罪，不要叫什么冤枉。大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诽谤朝政。小民哪有这股胆量？治了诽谤朝廷，你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小民虽无夫妻之力，只为贪罪必报，只为犯下弥天大罪。对，就是贪罪琵琶之事。曹密言，你与娘娘唱一琵琶到天明，你做的好事啊！林生，我与娘娘，嘿，你算聪明，一点就通。哎呀，怕什那。娘娘念得天明经，有戒严高全真心，我奉命破去我贼封为森严正犯情。杀无其真才修宗真抓住奸犯苦臣，李立夫将东西接他捆。是。赵一爷，这是从你房中搜出的。是王上赐予娘娘的交集。冤枉冤枉，我从未见过这交集，更不知是娘娘之法。我有什么算子，你从前顾吧。这是我的算子，我早就失落了。失落？呵呵，恐怕是送臣了吧。你送的那个臣还在上面提了事。我甚至不知是我认爹的事啊。这是娘娘为你写的诗。娘娘曹密爷，曹密爷，看你不测，已经打动了皇后的芳心。哎呀，他人哪，风骤突去阵，望阵空，不管样子，不管宫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身为帝室真君，大人，小民死不作信，万万不管诬陷娘娘。你王冠狡辩，与我等等。不要与他啰嗦，算算灯，算算灯。
本王让你去劝劝少爷，哎，叫他早供瓦窑，本王保你平安无事。等，你黑我放，我已经对你讲过了，你自己亲自的命也在你的手中，你可要掂量掂量。爷父，你算得你自己。算准自己，少爷，爷父，你不能打你公啊！算准自己，算准自己，算准自己。你一定要举着冰刀啊！你不要再做梦了啊！你与娘娘的六七之事，就是顺正告发的。顺正，你可要好好的劝一劝。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你就失实了吧，你就失实了吧，失实了吧，失实了吧。你娘我死，你死公平吧呀，亲爹。没了天亮啊。
好很多呀。知道你是村里想不到银子不是心痛，娘娘不知亏待你，此次给也归尘，我不顾幸亏你能娶婚子，不至于接下身就要脱饶命，苦命家中老母亲盼儿不归难留声。死不给死，死不给死。鸟雀在忙成熟事，土孙好谈内无尘，比盼上天将这
红旗兮，登山望山峰，是岸岸是明。什么事？朕去深夜见驾，请王上
嘿，听说皇上命少王做那少妃爷。哼，这宫中的消息传得好快呀！皇上为了何事，又是少妃爷的谁？他诽谤朝政，犯下死罪。是臣妾要他设的局库，也是臣妾要他铺的去死。皇上反反复复草菅人命啊！王客，你对少妃爷倒是十分关切呀、啊，不知为何这样关切？正听说王后与他商议琵琶到天明。心里明白，一句话听得我破三文这是十几年前的观点了，你把朕的话当成耳旁风，反将诽谤朝政之言奉为至理，谁你心里朕还不起一股简明？朕且有素而问，实怪王上怎能隐瞒王上？父亲本是一体，天子与天一体。我明白了，我错了，言语匆匆，冒犯天爷，臣妾都是我的过失，请王上原谅臣妾。贱民犯上，李行根当面念称，今晚与他赏一琵琶，你真糊涂啊！皇上，说得对，臣妾糊涂啊。也怪朕太聪明了，
也不哭。起来吧。既然来了，就陪朕喝上一杯吧。来人，给王妃斟酒。皇上，之所以已经原谅臣妾，这请皇上也赦免赵敏一的死罪吧。臣万一问，你真的知错了？想不到你还是这样为不他。皇上，臣妾不是比不上你，还是为了皇上啊。你太夫人，是太难了，你不懂，你不懂。时朕登基以来，每乱波端，少生不波，每出政令总有非议。今晚有臣，时朕没有天子之下，王妃和王妃，躺着。君威不立，你叫朕死活守着王位，你叫朕死活这仗子打了江山。此今连少帝也这样的贱民，尽管在王位面前诽谤少朕，真不杀他，天理难容。为了君威，就王上无功吗？君威之心哪有什么不公？朝王举荐。选。臣耶律兴参见皇上。娘娘，是不是？皇上，臣奉旨审理曹魏业，那曹魏业不但公车诽谤少朕，他玩公车。娘，他玩公车，我娘娘的私心不是。皇上，这是从少爷房中搜出的焦小姐。还有娘娘亲笔写的书信。
断千草飞三公时，岂不掩是命啊？曹家庄白云残雨不君王，没有自成一片云，怎会飞鸟似朝阳？霎时间，翻江倒海，天地变。熊熊烈火，心儿切。能不能上手撕开弟兄们将这慌忙的神牵光云烟呐？给你虚幻纷乱的心思，真为你沦落于宫花日夜，真是你枉于此为将真会真得你谁从来从真将难，一颗心三生缘，同在深渊里交织，想不到你却真天真，谁与你曾经曾梦念皇上，臣妾是冤枉的。你不用再讲了，朕再也不信了。天作温良家，天公忠贞不渝，将真奉真是燕京君王，在这是境外归来，将真作弄一时一朝烟哦烟。你即便花言巧语如英雄，皇上，纵然是娘娘她犯了大错，也请皇上千万不要走吧。毕竟娘娘是一国之后，有关王家体面。体面，臣的体面早就被他撕得纷纷碎了，有你这样演得真本是英明皆还手。皇上，皇上，臣妾是被阉害的呀！来人，将他当上冷宫，明日天亮赐他死刑。
大人深夜接诏，出了什么事？赵王夜来王后顾不王上，是王后娘娘与亚公少帝爷有事。啊，竟会有这种事情？哼，娘娘也未绝不会做出此事。你有所不知，娘娘已被当得冷宫，铁梁切勿要被刺死。啊，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事到如今，只有此事。我们速速联络少宗大人，上天求情。好，我们速速先去联络。事不宜迟，大家分头行动。是。什么冤冤的错？
王。黑公道上就小金为所作证上公堂，孙登一去不弯弯将青青黄黄，不见君王张继堂。叹子叹，君王心纷纷。天际层心上。
上变心肠。到他三人黑死几虚晃，看到他天生情侣心肠硬，还是他不耐寂寞了大。王女啊，真想当天你心里你真家义娘娘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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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泪更多连连敲，生死死生皆可道，纵观只有世人真也该听他愿为当年标，真要去见见王恨王长王长王长，臣有要事禀告王长。讲王长，臣听说萧巍巍的九次娘娘正暗中联络朝中大人要领先心王。启禀王上，小尉萧大圣带了一帮大臣窥探宫门，要王上先为臣命放了王。嘿，王昌，王昌，王昌，娘娘无罪，王上万万不可中了奸臣之计。几里之间，臣是上了别人的当。娘娘言错算了，与王上也想恩爱，即便死断斗气，也给西沙研究杀明正位，怎能仅凭一次功章就将娘娘当着冷宫定下死罪？萧大人，你是网上草率营死。网上进来不顾少正反对，连连阵转，一直三心不忘。你他的对王后娘娘也随意处置，只怕天下幻心，造成不服黎民惶恐。小尉，你藐视王上，你好大的胆子！就请王上当着满朝文武，将娘娘死无影尸不断，昭告天下。放肆！你今晚这一真的明察，召见真的公民。小尉，皇上是天子，天子是不为处的。他是当兵员，王上你才是应当呀，只怕众人不服，这打了江山。王上万万不可中了奸臣之计，还天下臣之心啊！来臣将萧巍拖了下去，送娘娘归天。王上，娘娘无罪。来人，送娘娘归天。
皇上有旨，赐皇后娘娘娇小宝镜，送娘娘归天。为民，因为君。